这是什么腿？你猜，你猜是什么腿？准备过去看看车。前两天有那个朋友，有那个叫谁我忘记了，说要过来找主播看车的，然后他说第二天来，然后没有来，骗我，居然骗我。宝哥，欢迎侯大圣，欢迎侯大圣。他们说想看挑鞋，那要看几秒钟吧，不能宠那么多。你明天来找我是吗？明天是什么时候？明天是哪天？不要总是说明天啊，什么第二天啊，什么下一次啊什么的。你们说的下一次永远都是星期八25点，每个月的32号。都是这样子的，都是骗人的。好像被中断了。怎么？什么中断？你直接摁知道了就可以了呀。你直接摁知道了就可以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他没有被中断，这不是被中断。但是这是什么警告是吗？太瘦了，我不瘦呀，哪里瘦？主播哪里瘦？主播不瘦，主播有85斤了，85斤很肥了。穿高跟鞋好走路吗？欢迎小胖子，谢谢 AM 关注的主播。现在我们有60多个人，我们来25个人扣一的话，主播上一波才艺吧。我们有25个人扣一，上一波才艺，25个人扣一来。刚刚挑鞋被警告了，所以说大家不要叫主播挑鞋了，要等会又被警告。拖鞋吗？啊，他们想要看我拖鞋，好过分哦！谢谢朋友的关注，谢谢朋友。我们来25个人扣一，主播上才艺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榜一，榜一是主播的个人号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榜一。8个人扣一了，我们的燕姐来帮忙来数一下，我数数不是很准的不？我们燕姐来帮忙数一下，有25个人扣一的话，我们来上一波才艺吧。25个人，谢谢朋友的关注。这个鞋底好脏，我原来是白色的鞋呀，白色的鞋，黄色的胶底肯定会脏呀，黄色的胶底，还有不是黑色。可以上了，超了。多少个？它很多是。重复的，不是重复的。哎呀，没事啦，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。没有，我们就想互动一下，增加互动。那你们赶紧再点，现在进入直播间的就赶紧点，不然主播不上才艺。直播间的话扣一下一，主播上才艺。我们进入直播间了，赶紧。能不能喽？可以吗？踩踩油。